回到过去，或许可以重新来过啊。交管理局清醒着，欢迎你们换位置。目前看来，也交管理下了，最好呢能够尽快入院治疗，不然行动迟缓，更是即将的进入黄昏了。如果不能够控制身体的肝脏的损伤已经到了不可逆的地步的话，就必须要执行肝脏的移植。病史感觉更荒唐，因为你身体越痛，长期累积在肝脏当中的坏血，使得你的肝脏体积急剧的缩小，而出现了末期肝衰竭的现象，将来甚至会导致肝硬化，更严重的出血。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都难掌握，喂，阿姨。对不起，我是在劝动家庭。麻烦你请家庭听电话。家弟，你妈找你。啊，我知道我这么做很任性，但请你不要阻止我好不好？家弟，你不要等了，你等不到他的。他生病了，他得了威尔森氏症。他得了威尔森氏症。他得了威尔森氏症。如果我变成回忆，退出了这场生命，留下你做了哭泣，我如果我在你深爱着我的时候，拥抱不了你，会有多痛苦？让深爱的女人还孤独旅行，我会恨自己如此可惜。如果我变成回忆，终于没那么幸运，没机会白着头发满山牵着你，看晚霞落尽，漫长时光总有顽固地烂醉哭泣，把真